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三卷十八章第三节 B 至第四节 A，引用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四至十七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我们应当注意，有些经文称永生是我们所得的赏赐。这不仅是指我们今生已经开始享受父神在基督里怀抱我们与神的交通团契，预备我们到天家的永生福分，也是指现今所蒙之福的最终实现。基督自己所说的话也如此宣告：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必得永生。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这缘故，保罗说到我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他也说到我们最终必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以此来表明我们在身体复活之时所经历的及救恩的完全实现。所以，他解释儿子的名分包括我们的身体得赎。反之，远离神等于永死。 所以，当我们蒙神悦纳，进入恩典中，与他交通团契，并与他合一时，我们就出死入生了。这是唯独借得儿子的名分之恩典而来的。若是反对者顽梗不化，坚持仁德永生的赏赐是出于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就以彼得的话反驳他们：即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这清楚显示，我们得救恩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行为。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借着信心。主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不要错解圣经，以为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支持我们的行为有功德，配得赏赐。因圣经教导我们在神面前毫无自傲的理由。 反而，圣经的整个目的是要抑制我们的骄傲，叫我们谦卑，彻底破碎我们。若没有圣经所赐的盼望和安慰，我们就会因自己的软弱立刻跌倒崩溃。圣经应许我们得永生的赏赐，目的是要鼓励与安慰我们，要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已经有永生。 将来必得着永生的最终完全实现。